静静，然后今天和我妈还有我们邻居，然后来淮阳烧香了。我们家习俗说，一来这城庙会烧香的话要来三年。今天我们今年是第二年，走吧，先进去。八个，一个人三个人。三个人，幺零一人三个人。米色换毛。看好领认祖爷，认祖爷啊！这给他认祖爷拜的，你到此一游，那你就回来，你看看你。